好期待，好兴奋哦！干嘛？我们要去万圣节派对啊！就是今天这个造型，你的打扮就是小女巫或者小魔女这样子啊。跟男朋友如果我在万圣节约会的时候，应该说你可以接受我穿短裙吗？如果不行，你就一直维持就这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哎，我穿短裙哦。耶！很聪明。时代达人每逢星期天下午1点钟，如果想要重温的话，记得上到 www.tuntun.com.my。